打猎。打猎。感谢第二个。阿瑞阿瑞。作者的父亲用不上学的山猪会被猎人抓走为例，强调什么事情的重要性？二学习，感谢。再来，男生哪一个是正确的？对于飞鼠哪一个是正确的？男生一哦。哦，飞鼠第二个飞鼠的窝应该是在树洞，啊，摔跤比赛是山，对，不是树根是树洞，然后第三个是山猪，哦，第四个也是山猪，所以答案是一。来，女生，我作者对父亲没关系，作者对父亲抱持着什么态度？三，敬重吗？尊敬吗？是好奇。是，等一下三吧，敬重，敬重三吗？好了，你看哦，虽然他没有，他的作者是说他没有看过山猪，没有看过飞鼠大学，也没有看过山猪学校，但是他还是很相信，表示他相信他爸爸说的话，他相信他爸爸说的话，尊重是三，好。然后别再写错字，我们有玩吗？好像没有玩欸。别再写错字，有玩吗？别再写错字很难玩，我们没有办法玩。你们要玩别再写错字还是游戏步道？游戏步道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老师，如果他们不要，也可以投票。没关系，不用投票，就直接游戏步道。因为我已经把游戏步道开出来了。好。那就从我看一下哦，我这边的荧幕的第一个是庄腾，庄腾，人是伟，伪装的伟，然后草是慢，他是念伟吗？伟随便，伟是人，然后草是慢。密室场，然后谢谢，拜拜。下一个李明轩。等一下哦，好，请说。摔是手，这是手部。哦，再来。疼是。疼是什么？是草布啊！刚庄腾不是有讲这个是草布啊？你要听啊！再来，这我会。你会注音不是吗？你要自己拼啊，这个都刀是
是错步，这个念错，错步。下一个，下一个吴家章。嗯，沙是手部。哦，草是口部，肥是土部，哎，不是，肥，肥，这个是什么部？方部。啊，方部。好，来下一个，陈轩林。陈轩林，第一个是上面的，好，水部的，第二个是口部的，再来，口部的。对，自嘲一番，自己嘲笑自己，自己开自己玩笑，叫做自嘲。好，下一个十三字，周遭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然后若不遭的第一个，第一个，那是。招手，多失败却始终第一。第二个，第二个，感谢。好，李笨蛋。第一个，待。第一个，迫不及待，对。待会工。待会。第一个待等待，感谢张金城。惊吓，好，再来。无法喝足，喝足，对，喝足，都吓了一跳，吓了一跳 ，OK， 很棒。好，亮熙。一二三，选一个。看一下哦。第二个。好，这只山猪。这只山猪不喜欢上学，所以没听到山猪学校的老师提醒他，要如何防范部落的。陷阱，陷阱，也没学会怎样识破。不识破什么？伪装哦。对，伪装的作假。好，感谢。下一个邱瑞阳。有时候我常跟着父亲在山上猎捕被什么山猪。如果要说我与父亲打猎的故事，三天两夜都说不完。好，再来吴雨晴。飞鼠是夜行性的动物，它们常聚在一起研究生存的法则，躲过猎人的追捕，必修学问与猎人斗智。
好，感谢。好，换庄腾喽。庄腾。好。冷嘲热讽啊！哦。哈哈哈。这么厉害。来，陈轩宁。趣味纯真。趣味纯真。好，去除假的，留下真的。来，下一个，石阳志。嗯。你们好像都，这个是国歌里面的一句话，但是你们很久没唱国歌了。我现在可以放歌，老师，我现在可以放歌。国歌的里面一句。哈哈。成语。注意。然后下面也都忘记了。你们不会唱？这个有写吗？一点点。成语有吗？我有。成语有，我有写嘛。哦，那就有咯，这样子。什么三民主义阿玛蒂？树叶树叶，老师查到了，查到了，然后查到了，你们要不要？树叶北线，老师你要不要听？因为我就在电脑旁边。北线不用。来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不用。好，树叶匪懈就是从早到晚，树叶匪懈就是从早到晚都不懈怠，叫树叶匪懈。好，再来下一个，好来吕敏轩，作者小时候与父亲做什么事，三天两夜都说不完。吕敏轩，打猎。对，打猎。好，再来，作者跟父亲什么时候会去巡视陷阱？李笨奈，什么时候会去巡陷阱？假日。假日，对，他说他最讨厌什么时候？动画我没有看过啊。他一到五，他最喜欢去上学了，他最讨厌遇到礼拜六、礼拜天了。哦，所以是假日。好，猎场的位置大多在哪里？来，吴家章，猎场大多在哪里？在山上。山上，我知道在山上啊。啊，也是啊，来，在哪里？好了，后山。后山里，幽深的山里，103页的第二行啊。幽深的山里。你是山吗？还后山里。你怎么这么好可爱？说一个三就好了。张金城，为什么作者父亲说飞鼠大学是夜间部的？因为飞鼠是夜行性动物。对，因为飞鼠是夜行性动物。好，再来是下一个是廖云熙，不上学的山猪会被猎人抓走，强调什么的重要？两个字。是怎么上学？上学的重要。读书啊。对，读书学习的重要啊。学习的重要。都一样。然后下一个，邱瑞阳。啊。那个，这个就第一个啊，新部啊。新部不是慢吗？吴雨晴，水部，庄腾，啊，庄腾，草，陈轩宁，陈轩宁。
金。金布。好，可以哦。好，来，杨志。人工作人员缓慢。缓慢。李班奈。不慢。不慢。好，吴家章。嗯，新郎坐在那个浪漫。浪漫。藤蔓。欸，不，好，他要荡秋千啊，所以要坐在藤蔓上。好，然后气氛才会很浪漫。哎，对，好，浪漫没有办法坐在上面。OK， 感谢大家，我们把这一课上完了。好，所以应该还有一个东西，习作是不是还有一个？国语习作是不是还有一个阅读测验没讲？写完了。这个好，这是印第安人嘛？哇，这个太难了，这还要叫你们读一读，你们哪有办法读？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办法念给你们听。有，还有办法念吗？你们拿国语国语习作94页。我一起做94页。有了吗？欸，可是我记得电子书的习作好像没有办法念给你们听。让我们有请庄祥腾。那很长欸。对啊，电子书。老师，那我知道了，一人到句号就换了。没关系啦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放给你们啊，只是会有点麻烦的。好，94页哦，习作94页。你们有听到吗？对啊，没有听到。我看一下哦，可能要放出来。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每一根灿烂的松针，有听到吗？每一处沙滩，有。每一只跳跃的虫儿都是圣洁的，树的芳香在林中穿越，也渗透了我们亘古以来的记忆。我们的灵魂从不曾忘怀这片美丽的大地，因为大地是我们的母亲，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，而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。芳香扑鼻的花朵是我们的姐妹，鹿儿、马群、海雄都是我们的兄弟。是我们祖先的血液，那河水不见的体会是我们祖先的声音，清澈湖水里的每一个倒影都诉说着我们人。有地震啊，你们有感受到吗？你们怎么都没有感受到地震？没有啊。你们没有感受到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地震啊。没有地震。老师，但是我在海峰家对面还没有感受到欸。你们就是屁股长虫，一直动来动去，怎么会没感受到地震呢？我在学校都感受到。
有吗？我住在二楼哎、欸，有地震吗？没有，没有地震呢，我在客厅呢。好了好了，我问我妈妈，江志，你有感受到地震吗？是几级？我怎么知道？零级。零级耶，等一下就有新闻了，等一下又有新闻了。等一下，冷静冷静，江志，你有感受到吗？我们两个最近有。你有感受到？你看，实际上是说他有感受到。没有，我刚一直趴着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好了，那可能刚刚赖俊成跳了一下吧。我们没跳，我们都坐在椅子上。好了，我继续放了，继续放了，继续放了。生活中的引领，白人不能体会我们的想法。对你们而言，当你们征服大地之后，便又离去，一点儿都不在乎祖先们的劳苦与后代生死的权利。你们随意的买卖，大口大口吞食土地之后，留下来的将只是一片荒芜。在白人的城镇里，找不到明天。没有一个地方能听到春天里树叶摊开的声音，或是昆虫振翅作乐的欢鸣。假如不能听到夜莺哭泣的叫声，或是夜晚池畔青蛙的声音，那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呢？哦，掉下去了。也带走了他们最后一点证明。若卖地给你，父亲教导你，让他们知道脚下的土地乃我们祖先的骨骸，教导你的子孙尊重大地，告诉他们大地因我们亲属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教导你的子孙，大地是我们的母亲，大地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，人若唾弃大地，就是唾弃自己。如果你弄脏了自己的环境，总有一天会窒息在你所丢弃的垃圾之中。当野牛被屠杀，野马被屠杀，当森林中最隐蔽的角落也充满了人的记忆，原始的生理景象被电话线所破坏时，我们真是不明白啊，丛林哪儿去了？消失了。见了，美好的生活，寒喘求生的日子即将开始。所以这一封信，它其实是因为美国之前是。就是美国的原住民他是印第安人，然后所以说后来的话白人是移民过去的，他过去开垦，所以他们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，所以对印第安来说白人有点像是侵略者破坏者，所以他就说最后一段其实很清楚，就是当有野牛被屠杀，野马被驯服，森林里最隐秘的角落也充满了人的气息，所以其实他对大自然来说，你觉得第一个问题，印第安人如何看待大自然？你们觉得嘞？第一题是吗？是吧？是吗？我觉得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，对。好。所以第二个，印第安人对白人政府的隐忧是什么？他认为三白人会破坏大自然，对，所以如果把地卖给白人的话会有什么现象？山林变成城镇有吗？有吧，有河流川流不行，应该没有吧，因为河流应该就会被夜莺，应该有夜莺不在鸣叫，还有嘞，
土地被丢弃，有可能那个最后一个土地被丢弃，对，就是这几个。好了吗？可以。好，那就是这个地方哦。哦，这是习作的部分。好，那么这边我们也结束了，习作也结束了，感谢大家。那就我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看。这是朗读，作者介绍之前看过了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分享这个给你们看。看一下电影有没有，不要看这么久的。对啊，一个小时三十八分。下课的时候我要放国歌。哦，好啊，你可以放。像我的电脑已经准备好国歌了。好。真的下课放。这是电影。人生啊，时刻都像是电影。他没戴口罩。想记录每一帧讯。2005年的哦。